说他报了这个订单号给吴子，吴子可能也没听，怎么跟他没关系吧？哎，这个就做好了这个女的啊，那你男的看着我这个女的好点。这你刚刚说话很快的吧？他说很快，然后呢，你比如说你再问他一遍，他就说，我刚刚不说了吗？这种话你懂吗？他们中华沈丹的好，说话都很快的。每次说那个什么什么东西，这个。